好，大家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字"赵"字。我前面讲的啊是差不多的啊，差不多的，只是这个"赵"呢，下面这一块，它是因为那个"肖"字要拉长，所以说就掉的很多。但是这个地方它本身是在单个"肖"字的时候，它是有空的。啊，靠上去，你看我们看一下，特别是这个，它也是你看是跟上面平行状态的，向下。不要太高。那这两个很。放上去，看，跟上面齐，下面呢低一点，这个倒跟没关系。笔锋立起来以后，压回来再勾就对了。靠这边，这边不要连上。回来，压回来，啊，重的平出一段，提风就对了。